我都不好意思出来了，感觉这衣服要爆炸了。有个蝴蝶结，它老是往下面，这衣服太夸张了一点，那太重了，没办法。你们要鼓励一下我呀，没你们的鼓励我。我这顶着个大胸我都怕呀，我现在。Oh my god！ 因为这个有个蝴蝶结，然后它会往下面掉，然后掉着，然后它就下去了。我可以去换衣服吗？跟上我的节奏好吗？我去换个衣服行不行？挡住明天深夜，对的是你盼的我丑八怪，在这暧昧的时代，没关系，喷子也是水，然后白鼠都还可以找到我。谢谢猪哥送的烤鱼，我总不可能把我的胸割掉然后再去那个吧，再去拿去称一下有多少斤吧，所以我怎么可能知道我胸有多少斤？因为主播傻傻的，主播挺傻的。看杯呀，可以。谢谢。永远十八岁，可以吗？永远十八岁。我没遮住我的36一呀。你的大象。你的大象大有黄的脑吗？我肯定不信。好累啊，今晚上播的。你小心心孤独的又是像老太太真奇怪，她没法盖我家的木兰不爱爱，但是我爱爱爱。他也是一个主播，好像也在熊猫播吧，他以前跟我在一起在斗鱼播。这么大的胸除了我还有谁？我以前龙珠第一大，你们问瑟菲是不是龙珠第一大吗？以前瑟菲跟我在一起在那个龙珠直播的。解释一下，女人三十如狼，四十如虎，我用一个手势解释，懂了没？